有稍微擦到了，擦到之后它就掉下去了。这里吓死我了！我看到六十，我都整个慌掉了。高雄男子区军校路海军官校邮局前，26日上午9时许发生一起机车擦撞事故。48岁陈女骑车沿军校路北向南外侧快车道行驶，但在过弯时跨越至慢车道，与同向慢车道直行的66岁朱女发生碰撞，朱女连人带车倒地，脸部鲜血直冒，四肢擦挫伤。目击民众见状，立刻上前协助，热心帮忙撑伞遮阳。而警消获报到场后，立即将朱女送医救治，所幸并无大碍，双方均无酒驾情事，详细照应仍需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。